全台湾没错了，可是它数量不多，哎，所以我们就先不考虑它，嘿，那就这两种，那就黄色，亮色，这个应该是亮色，应该是在边边这个啦，这个 W， 对。它如果只有一个尖尖的啊，就是亮色。它两啊，如果两个，嘿，两个尖尖的，就是黄蝶。这个就很漂亮啊。几个尖？看不到几个尖，因为在一个，它就是一个尖而已。你看，它就一个尖，它很大。不过里面刚好遮住啊。没有啊，它是说这个尖啊，一个尖啊，一个尖。嗯，哎，就是好，这个再加一个尖，就是亮色黄蝶。这个这里一个尖，对，啊，这里后面有没有？我有画饼啊，它就是这样平的。